cũng là làm mình trắng sụi à. 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就是这两年都一直围绕在这两个主题、这个嗯、对，是你是连有就是就因为这个需求说有。有种两本是 IPO， 嗯，哦，两本是 IPO， 这个自己写这样子了。OK， 三本才是那陈大哥，我知道观众朋友其实都对钱很感兴趣的。那如果你们对关于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一个 topic， 就关于钱的这个 topic 呢，如果你觉得对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非常重要的话，你现在就马上把这一个视频分享出去。嗯啊，对。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在我们跟线上观众是有互动的。嗯，是可以的。等一下他们可以问问题。好，嗯，好，好，可以的。然后我就会帮你们读出来，让志斌大哥呢回答大家想问的这一些问题。对对，可以的。好，大家交流交流。那现在我在做什么呢？其实看到我在按手机，你知道在做什么？我在
用陈大哥的手机来分享出去。可以吗？做到吗？可以啊，可以啊，分享完了、啊、嗯，再帮你按赞。OK， 好，还你不完。OK， 好，嗯，有谁在现场 ？OK，Jordan， Hello， 还有 Nelson， 西福，你好。还有就是 ，OK， 好了，嗯，基本上今天邀请你上来，就是我们平时要我们想问的问题呢，就是平时你在电视台啊、电视台或者是电台你没有讲到的，我们也不知道的。啊、我们所以我从来没有彩排过，今天没有彩排了，什么东西？对对对，所以你现在会有惊喜的。那不过你。可以不回答啦，万一我问到那些尖酸刻薄的。OK OK OK， 好，那么关于好了，我们先讲从我认识你开始的第一本书开始啦，就讲钱，讲资金。资金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一本书呢？当时那其实呢其实这个真的是从来没有在这个跟人家分享过。其实出这本书呢不是我安排当中，不是安排当中，有两个人，就是有跟我这样讲，他说你这个时候应该出本书，有两个人，一个人他这个人叫做吴敬义老师，吴敬义老师，另外一个他叫 Dr. Ben， 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偶然机会之下，就是这两个朋友就跟我讲，你是时候出本书啊，因为我还没有出书之前呢，其实我在报站都做很多就是分享，就是无论是他们采访我的，又或者我是写文章，就是中国报，就是中国报就有一个长期有一个专栏，那时候我是写每个星期都写一个专栏上去，就是每个星期都写专栏，每个星期都、都写说这个就是融资的那些新闻，那时候有些分享的。那么有这么多个就是这种内容呢，那么过后我就把这些内容全部捆绑在一起，就是现在，然后再去更新，然后再加多点。就出了这本书，这个是原因啊，这个就是那个由来。那么当中呢，还有一个朋友是也是创进影线的，就是这个是叫周志强啊。这同时间他是那时候他就认识这个出版商，那么同时这个出版商也要再找我，他说这个很巧的时间，那么我就认识这个叫做沙琪的朋友。沙琪是就是这个出版商，就是他呢就当时候我感觉上他是蛮大胆的了，就是好了，就帮你出这本书这样子。就那时候我是第一本书对我意义非常重大的，那时候他就我觉得我非常喜欢那个封面的，这个封面它做得很棒，然后内容其实老实说很扎实，里面我是做得很辛苦的这本书，因为我恐怕了过后我一直里面加很多内容一直去做，那时候我记得我也是很忙的，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花时间去写啊，然后再改啊，可以说是你的第一本呕心沥血之作。是，这本是令我很就是很开心，也很多回忆，因为这本书最大的那个感触呢，因为这本书呢，我出还没有赶得及出的时候呢，就是我记得是六月要出这本书，然后就在 Popular 推，那时候是我。就是很开心的，就是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会在台上推。那么在那一个月份吧，我记得是前一个月份，就我祖母去世。就是祖母在我生命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她带我大的，然后我是很尊敬她，也是很孝顺她。就是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就是在我这出书的时候她没有能够分享到我的喜悦。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我这本书呢，那个序那边我写出来，就是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同时间也可以有时候最近有这样想啊，那么我祖母去世过后呢，这几年我的事业都蛮不错，就有时候感受到好像是他在保佑我这样，就是这样， okay, 就是他没有看到我因为在我人生当中我总觉得出书是一个里程碑，一个事业里程碑，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个里程碑，我记得第一次上报纸，那么然后第一次被电台访问，第一次上电视，然后第一次出书，第一次在大众演讲，就是这些一次一个个里程碑，所以看回头现在大部分想要做的都已经有做到，还有待进步，还有再继续努力这样子咯，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起来很有回忆的，真的非常有回忆的这本书。那你的婆婆其实也知道你要出书了是吗？其实没有啊，那时候其实我想给一个惊喜他的，就他是不懂了，那时候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英国读书，那时候我也回来就是放假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给他个惊喜，就是就我能不能告诉他，回来的话他就很开心这样。我本来这一次就是想要有这种感觉给他的，就是本书给他，你看我这个本书，这样子咯，就一个小遗憾呢，这个就没有发生到这个事情，他也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不过他知道，我相信他知道了哦。那你可以说多一点跟奶奶的关系。其实这个关系是很好的啦，就是由小他是带大我的，就是很小就是想回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看着我大了，就是他是我的那个学习的那个榜样啊，就是他心很好，有时候是他的那个座右铭是我到现在还是记得，虽然他离开了我好几年了，到现在其实到现在都记得他了，都一直在怀念在心里。他在我的那个处事待人方面呢，他是就是影响我很多，他影响我很深刻，就是他的处事待人啊，他的那个怎样对人啊，就是直接影响我的性格，我是非常尊敬他的，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都很心酸了，有时候会想到有时候这么多年，有时候想起来一个那时候会甚至会流泪的，也是会想念的，会这样子。所以你认不认同女性在这个社会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肯定啊，肯定啊，这个就拿我这个祖母来讲啊，就是她是影响到我的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我这个事业啊，怎样对人啊，怎样从事我这个这个，因为事业就是人的，我觉得人就是事业，就事业就是我们还是对人呢，你说起来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是会影响到，就是我可以讲在生命中现在影响我最深的是他，这样子咯，所以他是我最影响，因为他带大我了，所以影响我非常深刻。那祖母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他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子的，他一直有讲说就是存好心咯，就存好心这个座右铭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个我的家乡在怡保，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店屋里面的，就是我的祖父是卖药材的，那么我祖父去世过后，那个我们就没卖药材，我们住在那个店屋里面，就是 shop 落来的，那么我们隔壁那时候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日本佛堂曾经一度他们很 hot 的，就是
拜的本拜的本身的、哦、就是那时候我们隔壁很多那些就是信徒、啊、信徒就是隔壁而已。那么那时候他们每次就叫我祖母过去，那么我祖母那时候他有讲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到现在我是很记得的。他就说有很多信徒早上到晚上都在隔壁，就是去拜了本佛啦，但是拜了过后在外面又有一些就是口不好啦，骂来骂去那样子。那么说他就说我现在没有去隔壁，我不是一个很诚恳的，但是我的心就纯粹就是有帮人啦、啊、有就是做好事啊。那么那一个比较好嘞，就是那时候就是你要去再坐在那边，但是你又心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不、那么如果你没有去你心是好的，那么你是要那一个呢、就是有那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就是有时候当我现在想起回来，就是不是你不是那种 physically 的存在的东西你就觉得是好了，就是其实是还要看你的内心哦。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女性他们有这种的那个特征的，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外面看起来他可能又不是这样，然后有时候看起来女性是软弱，但是其实不是，女性可以很坚强啊。就是这个我记得到现在我还是很记得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做出来给人家看你是这样，其实你的行动其实你就是能够代表你的一切。非常认同这一句话。所以一个正面的正能量或者是善良的女性真的是影响三代啊。是就是这个这地本素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是所以怎样 ？Hello， 大家还有在吗？爸爸，你的麦克风有？你有麦克风？不是。哦，有吗？掉了，好像掉了。对了。OK， 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谁在线上。刚才会不会听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呢？如果你们觉得声音不好不 OK， 你们要告诉我们哈。OK， 因为我们这个 live 呢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没有彩排，也没有 bug 的，没有剪接、没有剪接的，所以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画面。那如果嘉宾有什么反应啊，那些都是真的。OK， 我们没有演。OK， 那非常感动哦，祖母也留下这样子的一个待人处事的方式，影响到你今天这样成功的这一个社会地位。也不可以讲成功啊，只是尽量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做点东西，做点东西这样子，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帮助更加多的人。对。让自己更加优秀。就是能够帮，我是处于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够帮，能够在我范围之内，能够做的，我都尽量去做。所以这么多年我都有凭着这个信念。当然，有些事不是我范围之内的，就没办法这样子。那么关于这一个资金学，其实我相信很多企业家，包括线上各位现在看着这一个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身边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在创业的时候需要资金。那么很多人需要资金的时候呢，就因为可能是太急了，那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万一走错了一条不正当的路，那么也会弄垮整个企业。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我已经看完了，其实谢谢你。那我也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买的话，要怎样买得到？在 Popular 还有的、Popular 还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今天这么巧，今天在一个朋友就拍个照给我，今天才 send 给我。他说他买了本书，我以为他买了第二本书，因为第二本书其实卖得很不错了。结果原来不是，他买的这本书，第一本书在旁边买样子。其实这个是，反而我的那个，因为第一次嘛，对，这个是很重要啊，很重要的第一本嘛，第一次上电视，第一次、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出书。
我相信我以后也会有，也会有，哦、但是我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是是是，一定会有。希望以后可以像陈大哥这样成功，啊、出了第一本，出第二本，出了第二本再出第三本。是是。OK、哦。就是第二本就有不同的意思这样哦，嗯、第一本都、嗯、每一本都有不同的意思、嗯、这样、哦。那么我们来说说第二本的故事。第二本，第二本其实，第二本超棒的。其实很高兴啊，就是因为今天与你上有机会上你节目谈，没有什么机会谈的东西。是啊，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机会谈这种东西、啊嗯，就谈这种说心路历程这样子、啊。对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真正感受到，就是一个男人，在市场上有一种地位，嗯，就是人家认识你，嗯，人家哎，这人是谁？其实是这本书带给我的，嗯，这本书，其实出了过后是聊聊自己的心愿，应该这样子讲，说、嗯、哎，聊这些心愿，就是我，因为我一直以来说我的开始到，就是做这么多年，十多年都是在做融资这一块的，嗯。那么这几年来我就有就是走上去 IPO， 因为 IPO 是我一直想要做，就是没有机会做，因为团队不存在。因为我自己本身呢，虽然我有点自私，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力不够。嗯。那么结果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如果认识我的朋友就知道我的团队是有六个人的。嗯嗯。就是我的公司有六个在六个股东搞 IPO。嗯，那么当我找到这个团队过后，我觉得哎，是时候想为中小型企业做一些 IPO， 因为马来西亚有 LEAD Market 第三版，嗯，因为就这个原因呢，我就因为有了个团队，我就好了，就可能能不能够做一本书这样啊。其实做这本书，其实它是这样子跑出来的。其实当我做第一本书的时候，嗯、我们讲融资嘛、嗯，融资跟银行借钱，嗯、跟投资者投你。嗯啊，天使投资者或风险投资者，那么其实有一部分开始的时候呢，本来这个上市在里面一个 chapter， 嗯，是讲上市融资，本来是这样子的，嗯，那么做出来的时候很厚哦，嗯，就觉得哎不对了，就分第二本比较好，那时候就分出来了，嗯，那就本来我有团队，本来没有想出一本 IPO 书，那么就分出来，这个也是沙奇的那个 idea 了，所以我很感激沙奇这个人的。嗯，沙奇这个这个也是我人生的贵人，因为他帮我出了书过后，然后他就有这个 idea 给我，他说哎，不如分出来啦，分出来过后，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哦，就是我这里有访问五个上市公司老板，嗯，访问五个上市公司老板，一个是主板，一个是A， 一个是第三版，然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 Australia， 那么其实是我访问他们，他们都是我好朋友。嗯，那么为什么会访问他们呢？其实给个秘密大家，因为开始是因为你抽出来那本书不够厚啊。OK， 因为资料我想写了，就是哎，我就不想写太多那种，嗯，就是故意把它弄长它那种感觉。嗯，就好像不是很好，嗯，就是你可以延伸它，写很多故事可以延伸呢，嗯，但是我又不想这样，嗯，所以到想那个沙奇给我就跟他好 idea， 就打不如你去访问啊，嗯，访问五个上市公司老板啊，这样，嗯，结果就访问了，访问了过后这本书推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意想中这么成功，这本书呢在 popular 令我非常开心，就是周春江跟我是好朋友，嗯，所以我很记得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是讲师学会的，那么有一天我在讲师学会的一个场合里面演讲，嗯，周春江没有在，他不在里面，是我们，嗯，我是其中一个讲师，嗯，那么他就 text 我了，嗯，他说拍个照，啪，拍个照在popular 有 chart 的，嗯，每个星期都有 chart 的十大畅销书拍给我，然后就走了，这本书上榜了，上榜，哇，多开心！因为哎，难得，因为他是看销量了嘛，嗯嗯，销量才是在上面，所以就是证明这本书的销量，畅销书排行榜，排行榜，嗯，畅销书排行榜在 popular，嗯，然后不止一个星期，维持了整五六个星期，哇，哦，所以这本书真的是令我很开心，就是真正感受到市场上原来不是没人看书，有人看书，原来，然后就一直在印了。然后沙奇也知道，嗯，哎，在
会再去加版，加版这样子咯。加总共加了多少版？其实我都不懂啊，应该是应该有三四版吧。我、就上去就帮我安排这个东西咯。一版是多少本？三千。一版三千本、啊，大概三千。印了三版，应该我有三版了，大概有一万哦。应该大概是这样吧，就是沙琪帮我安排，我就他就帮我处理这个东西。其实我很谢谢他的，因为我完全不用烦的，他就一个帮我处理完这种东西之后，我说希望沙琪能够看到，我是沙琪有没有就是很衷心的谢谢他的这样子。可以，我们直播过后我们可以分享给他看啊。这个是这样，然后就到最最新的，这个你今天刚刚带来，这个是去，其实这个是今年初，今年六月初。就是其实是每一年在 Popular 都有在我的出现，就是前年 Popular 六月，去年 Popular 的六月，今年 Popular 的六月，就是这本书每一年的六月啊。那老实说下一年就可能没有了，因为暂时我觉得会停一停，因为也是要时间，三本够了咯，不要再出来，我们追不上了。暂时可能就停在因为这本书态度是很深入了，这本书老实说暂时销量还麻麻而已，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它比较深，它比较深。这个可能看了第一版的时候有所领域，可以再进入第二版。第二版其实第二版我是归功于我的团队啊，这本书我做得很轻松，因为这本书是由我整个团队帮我做，我六个的现在我是成为我这个六个兄弟，就叫我本身的五兄六个人的兄弟，他们帮我一起出这本书，他们给很多意见很多，然后沙琪也是其中一个人，所以这本书相对我做得很轻松，这本是最辛苦，这本是最辛苦。那这本书是 half half 了，因为我借用了后面访问了，借一些力，借找了五个好朋友，这样子。其实是这本书真的是令我很开心，因为讲多一点点给大家知道，我推我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在 Popular 里面推呢。我有自己做，那时候你有在，我记得我们在这个 Eleven Street， 我们有那时候我们请五个上市公司来，五个都来玩。其实你知不知道要敲定他们的时间是多难呢？很难。五个上市公司老板的时间都很忙，你要敲定他们的时间是超难的事情。所以五个同事，老实说真的很给面子，五个都在场，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空前，对我来讲是一个空前，也可能是绝后，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没有这种 platform 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啊。所以这个是我是一个就是感受到那种真的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support 支持这样。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到现在还是很记得，那时候在 Eleven Street， 你在你也是存在那时候，你是在那时候这样子咯。那情况为你感到特别的骄傲。没有，就是这个是一路走来的一点点小小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得到朋友的一些支持这样咯。要不要分享一点关于 IPO 是什么东西呢？IPO 其实呢是一些中，你们想知道吗？那其实是这样啊。如果有做生意的朋友呢应该是要把这个 IPO 的梦想呢变成是一个目标啊，不只是一个梦想啊，一个目标。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跑出来推这个 IPO 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啦，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以前都没有什么听人家讲 IPO， 这么这几年呢全部都讲 IPO 呢，是吗？如果说有留意的话这本书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它卖得这么好啊，其实是很多人想了解什么是 IPO 啊。其实最大的原因马来西亚对于这个 IPO 有这个警觉，是因为有了一个第三版的出来 Lead Market。 Lead Market 呢，它把它的条件拉到很低，就是中小型企业都有机会可以 IPO。 对，它一开始它打出的名字叫新三版，不是不好意思，一开始出来它叫中小型企业版，然后过后叫新三版，然后过后就干脆叫 LEAP，所以现在华语他们就觉得是叫 LEAP 这样子的。所以它顾名思义，它是叫中小型企业可以上市。这上市其实呢是一个
一个里程碑，我觉得一个公司里程碑、啊、如果大家在一些官方的一些网站呢，如果要看一些就是 company 的那个 cycle 呢，如果大致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公司可以分了五个阶段，一个叫做就是那个 idea 期，构思期，你有个 idea 你就会哇我要怎样做，那个就是 stage one， 就是刚刚华语叫构思期，pre-seed 叫 pre-seed 构思，然后 pre-seed 过后叫 seed 就是看看要开始好，我这个觉得 idea 不错开始了 seed level 过后就进入一个叫做seed 也是 startup 过后就 growth 成长了、一个公司刚刚想到要做，然后片牌上市 startup 不是上市就是 startup， 然后过后就 growth factor 开始 growth、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公司成长一个地步呢，他们叫做一个 pre-IPO stage、就是可以做得更大了，不要不然后过后就 IPO，那其实这个 stage 这样子的一个 growth 呢，不是我讲了，是官方的一些他们把这个公司的定位成长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鼓励官方也主义你一定要有往这个 IPO， IPO 是一个公司应该到达一个地方，在马来西亚其实上市的公司不多，才千多家，其实你在外国你看很多，尤其是香港，所以其实是可以更好的。那么为什么上市是什么东西？其实上市是一个它是可以你把你公司成为一个大众公司，人家可以买你股票，就是在融资角度你是可以当大众集资，还有很多好的东西，会解决一个传承的问题呢，你可以解决人才的问题啊， branding 问题呢，很多的哦，就是但是最主要的我还要讲的就是其实每一个公司如果他能够把他的公司有这个 IPO 的目标吃下去的时候呢，我可以大胆讲了，就是当你有目标在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你的所有的一些所谓的你要就比如说会计啊、内部的管理啊、风险管理啊、人才部署啊、marketing 啊，你都会做好。OK， 那其实是一个就好比如简单来讲，就好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他想追一个女孩子，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他想追这个女孩子，他想可能像想追到这个，那么女孩子跟他讲了，你如果呢你很成功就是有一辆车，或者是你是做到每一个职位经理总经理，或者有一个房子，这样我就嫁给你啦，这样子那么那个男的可能如果他说好，我要为了得到这个女孩子的放心，他可能就冲了，那个目标在那边就冲，就努力去做，知道吗？那么努力，那么有一天他做到一直去拼，然后要去找那个女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嫁了人了，就是他就很伤心了，但是看了一头，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目标，他就达到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可能他有一个产房了，他有找到吃了，就是有人吃了，就是他的努力其实虽然是得不到那个女孩子的放心，最后可能没有什么完美，但是他也得到他一些就是追求回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物质啊，个人成就，就好比如我把这个例子呢就放回去在这个企业里面，就是一样的，这个企业如果我们把我的企业定在一个目标上面，就是好，只要公司是他知道好我要冲这个上市，他知道因为上市有很多条件要去处理的，如果当你知道很多条件，当然我们现在有这种我们有这种课程是教大家怎样去上市的，那么我里面就告诉大家要注意什么，那么当你知道你上市要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好这些东西，因为你要去上市嘛，OK， 假设到时候你冲到时候看不到事，你自己也是做好了的，那这个我就想带出来给一些中小型企业朋友，因为当你有目标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所有东西你都会把它做好，那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看如果再讲宏观一点呢，一个马来西亚的经济中小型企业是 很重要的，它是 contribute 40%-80% 在一个 GDP growth， 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把整班中小型企业好呢，就是 individually 每一个公司好，
它整个就会好，就这样子、collective effort 来的嘛，每家公司都好，它不是好了。所以要怎么样给这些公司好呢？其实还是要回归于你这个公司的愿景，家传的人有没有梦想，有没有他的那个方向明确，有没有这个那个意志力强，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有些赚到钱的公司，因为我本身接触很多中小企业，他们没有目标的，他们每天的过活了，那只他们只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因为他们赚到钱就一天过一天，就没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真的没有追目标，因为他们已经赚了钱，那么他们也不知不觉他就可能生意就跌了。因为你不进步，不进就老土化，不进则退，你就一直跌。所以你有时候你在这个，就你是老土化了，在一个舒适圈里面，你赚到钱，你就会慢慢退步。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其实最起码还没有到达上市，你起码往上市的那个目标去冲，就做最低步。上了市过后，其实不是停在那边，其实还有更加东西可以做。最起码我们要达到上市的地步，上市过后还有很多东西在做，还在冲这样子，所以上市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认为啦，一间公司能够成功做到上市，就等于一个小孩子成功大学毕业，人生才刚刚要开始。所以我也是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要多多跟前辈学习。其实是要部署了，要部署，要部署，然后部署过后要一些坚持，要一些坚持。其实我把东西看得比较简单，其实我觉得东西不用太复杂化哦，有时候通知太复杂化反而做得更不好。你看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上市有它的条件，这些条件其实我是懂的，因为我现在我们都知道我的股东全部，因为他们我们的股东全部都是帮他搞上市，我三个有三个投资银行的那个 X Investment Bank 在身边，他们都是帮人搞上市这么多年。我本身我以前我打工的时候，我那公司也搞上市，所以我从中也是学到很多上市的技巧。那么我们是知道上市的条件，只是很多公司他们不知道上市的条件而已。那么假设比如说现在我知道上市的条件是在1-10或甚至到20，那么你就看回去，好，我现在有20条上市的条件，我现在符合了10个，我还有10个还没有符合。但是我知道这10个我要做。OK， 那么我们就设定这个目标了哈。比如说这一年我要做到这个，这年我要做到那个，那么其他我维持。其实这么简单，只要你那目标，我把我的上市的那个条件设定，当你要知道，就我在课堂里面我就讲了，哎，有这种条件，然后你知道过后，你就以一个时间表，一个 action plan 来打这个。当你做到过后，你就可以上市了。上市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他也不会说看到你不喜欢你不给上，不是这样啊，就好像银行借钱那样子，你符合条件他就借给你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把东西简单这样子。是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看书，然后了解关于上市到底需要些什么。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也要去上课啦。上课就 practical 一点了。对，因为上课就有很多互动，很多互动，很多例子，很多案例可以参考。案例啊，书当然是有它的那个功能，有时候我感觉上这个是比较死板一点点哦。因为有时候你是 interpret wrongly 了，那么上课的时候又会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哦，可以跟你对话咯，可以针对你的公司来给一些政策的那个就是案例哦，用你的公司为案例这样子的，就比较贴切。这个是最大分别在这里。这样子，这个就是上市。好，我们聊了这么久，我们也是时候给观众们考一考他们了，看他们有没有在听。OK，Hello Christy，Hello Chloe，OK，Hello Bowie。Bowie 是？Bowie应该是我的同事吧？是 Bowie，Hello。好的，来，我们给出一条问题。 IPO 的 IPO 是什么字的简写？IPO stand for what？ OK 有没有人会回答？很好，看看有没有人会。答对的要送什么？我可以送本书给他答对的送陈志斌大哥，但是要怎样给他，要给他联系你们呢，叫他来这里拿。
啊，我送、啊、我送我送现在我最 hot 的这本啊，最 hot 的啊，第二本啊，有谁会答 ？IPO 的全名是什么？答对的将会得到陈大哥亲自签名，是啊，亲笔签名的新书一本，快点，最新的，啊，最新的。如果有第二个手机的话，你就 Google search 一下 IPO 啊，欢迎作弊。OK， 嗯，好了，在我们等待答案的同时，哇。Jason Dan， Jason Dan 已经有了。Jason， 你有没有这本书了？没有，已经有了。Jason Dan Moonfui 是你的同事吗？ 我不懂啊，应该是朋友。看一下他的照片，恭喜你 ，Jason， 噔噔，Jason 获得了这一本陈大哥亲笔签名的书哈、哦。OK， 然后你他要留下电话是吗？对。你要在我们这个 Women TV 这里给我们 Messenger 留言，因为我们电视台是 PM 不到你的，你要留言我们才能够回复你哈。然后你要过来拿咯，如果你在 KL 的话哈，因为我们想见到你一下，把亲笔签名的书送给你。OK， 又或者如果你是很远的话，你就、啊、把地址发给我们啊。OK，Hello JoJo。哦 ，JoJo。周周是，周周是我应该是我同事吧？同事啊 ，Hello， 嗯 ，OK， 这本书我还没有看我要慢慢看，因为其实这个是我的目标啦，所以我一直抓着你啊，跟你学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把这个 IPO 的这个其实我一直去分享，老实说，有些朋友看到说，我看到我，他说哇，你这样子不累吗？一直去跑，其实啊。讲不累是假的啦哈，有时候好像我告诉你，我昨天早上在电台，中午在 Lottery Club， 下午4点到5点又另外一场，跟麦特干啊，一天跑三场，这样子，然后今天早上我又有另外一场，然后今天下午在这里，然后星期二在哪里？我这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每个每天都有，每一天都不同的地方在跑。就其实这样子，我是抱着个理念的，我当然累是会累的，每天有去走货。你看呢、啊？其实我是希望增加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就是我很想说，给这个 IPO 的这个目标了，不是普及化，普及化，给他知道。你看呢、啊？其实这真的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公司能够上市，证明你的公司不错，但是一定要去安排，因为其实我还是觉得上市这个东西是思维上的问题而已，是看你要还是不。英语那句话，I die die I want it， 那种感觉。Die die I want it， 就是我死都要，知道吗？如果你死都就有了就可以了的，是看你多要而已，多要而已、我觉得是这样哦。我们真的要嘞，真的是 OK 啊，就是真的是真的要啊、就做一个编排，然后 step by step 去处理。老实说，那我前一阵子应该好几个月吧，你跟我讲要做这个Women TV， 哪天做出来了，是吗？这个就是你一步步去实现了、东西是这样子的吗？半年了哦，不，是吗？我记得我安排我那个课程也是讲也出来了啦，所以东西是还要按部就班了、我觉得还是没有那种没有一步登天的，一步登天，只是要有那个部署啊。我觉得，你真的是要make it happen 呢，你要有这个step by step， 然后你要有那个就是。Action plan 啊，这个很重要的 Action plan， 然后去做。所以你还是跑回来，还是要你的理念呢、很多人 fail 啊，是因为走累下了，累下来就放弃了。换方向，换方向又累，这是个问题而已，我觉得。所以我们就把东西推出去，普及化一点，给多少人知道，这样每个人都会就是受惠的，他们就会就 become a better company， 这样子的。其实透过我们今天这样的直播，会有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的。除了现在看着我们 Women TV 的观众之外，我们也会 broadcast 在这个 YouTube， 也会 broadcast 在爱奇艺。那中国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呢，比如说真的中国朋友有看到这个节目呢，其实，
你不要以为就是马来西亚就是做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是 apply to 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嗯、比如说你在中国香港上市，美国上市，我觉得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条件而已、只是你知不知道那个条件才是关键。就比如我们要上哪一所大学、我们就要知道那一所大学的入学资格是什么，然后我们就 fulfill 它，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对，就是现在只是、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我们愿意跟你们分享，可能就是大家能接触我们、在我们课堂我们就会讲咯，这样子的、就是告诉大家，这样子你就知道了过后啊，这样子你就因为很多了，这种多条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是 manageable 的，是可以做到的、就这样，好像你刚才讲那个例子很好，入学资格，对，入学资格，当你知道入学资格，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就好就可以了嘛，是可以的，你相信我，是看看时间而已，有些快的是三年，对，五年吧，八年好不好、也是 OK 啊，这样子。半年做不到就十年了，总之就是十年都可以、死的要做到、真的是可以的，只要大家那个目标很清晰的话、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可以。OK 对 action plan 很重要，还有 timeline 也很重要。哦，有人写啊？有Chloe 就是我们指定的哈，我们 Vimen TV 指定的造型化妆一站式的这一个形象设计哦，形象设计，形象就是它包括电影的形象设计啊，我的造型设计啊，我的头发啊，还有艺人们的这个化妆的造型啊，都是 Central Studio 他们在做。OK， 很好啊，好啊，是啊，他可能要给他执执啊。会卡有卡吗 ，Chloe？ 你是讲先卡是吗？我这里没有啊。 OK， 是啊， action plan 很重要，因为其实吴敬义老师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吴敬义老师，其实有机会都可以来采访他，他其实是一个信念老师，他是信念大师，好，现在他都在中国里面跑动为主啊、不过当然还会马来西亚，他是其中一个影响我出书的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出了书，他说出了书，然后过后他就告诉我我应该出本书，这个我就听了我就出，就他两个人呢，他是其中一个。那么他的第二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他的第二本书叫做《自行力》，其实我觉得呢自行力是关键，非常重要。我觉得一般上我们做企业呢，都是做企业家朋友很多都有很好的那个 idea 的，只是自行力偏差，输在这里，讲了做没有做是讲了没有做，是 有一句话说，晚上想了千条路，明天早上走回原路是，所以这个真的是最大的分别，我觉得一个成功，还有可以讲是没有成功，或者还是未成功，有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些是未成功的意思，他还没有到达开窍的那个地步，有时候一开窍了过后他就飞了，冲得很快的、有这样子的人的，所以所以我从来我是不会说就是看小人的，应该就是看你不行我不会，因为我是看到一些是他们是不好，但是一下子可以飞，但是往往看到一下飞得很高，又可以跌下来，所以人生高高起起跌跌，真的是正常的，正常。尤其是为什么我看正常，其实我觉得我有点资格讲这个东西，因为我做接待的，我有一个我现在目前我一个来生，大家认识我能知道，我现在除了搞 IPO 以外，我这本书其实我推这本书，因为我有执照，我有一个接待执照，我有执照，所以需要钱的，所以我接待执照。我是看到一些公司有时候他们是面对一些资金问题，他可以做到很高，他可以很低，但是他跑过来向我求助一下，我是可以帮他，就是我是知道他们不是不好，有时候会有一些高高低低，所以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公司，不过只是看到有些跌下来起不来起不来，是因为可能真的是那个斗志力意志力不存在了，已经跌到太伤了，就可能永远就看不到他了，但是所以这太正常不过了，所以有时候还是那句，如果说遇到高高跌跌
跌下来的时候，只要不放弃，你会回来。嗯，我看过很多，真的是，因为我这一代的关系，嗯，因为我就知道不好的人会找我，嗯，好的人也是有时候要找我一下，借更加多的钱来发展，嗯，所以我看到好的，看到不好的，嗯，哦，就是因为我的工作的缘故，所以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讲，真的不要气馁，嗯，你得看你很快的，有些东西可以很快的上来，嗯。这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有说，有给很多的啊，这个投资者的分类，嗯，另外就是要融资，嗯，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管道，哦，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走上 loan shark， 是，合法的还是要去考察一下的，对对对对对对，嗯，这样子了，嗯。所以现在 借贷其实有很多很多管道。借贷其实马来西亚 这一两年其实马来西亚做了很多东西啊，微中小型企业，嗯哦，其实打从我记得2015年、嗯，2015年马来西亚在这个区域里面首推出这个众筹平台 P2P，不是2015是Equity Crowdfunding 众筹，众筹，众筹，嗯，Equity Crowdfunding 就是那时候有六张执照。2015年，嗯，2016年推出 P2P， 嗯，2017年推出 Leap， 嗯 ，Leap 它也是 Leap 就是第三把，它也是讲，它是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上市的一个机制平台，嗯，所以每一个都是出来是给融资的。那么这几年又有更加多的那个，那么以前那种天使投资者啊，嗯，风险投资者啊。其实这种事情没有写的，嗯，就是一直都有了，只不过这几年呢，嗯，又有更加活跃，就是因为有很多 tax incentive， 嗯，因为尤其是那明年2020年的那个 budget 呢，嗯，它有给很多 tax incentive 给这个天使投资者，还有风险投资者。就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愿意成为天使投资者或者风险投资者，来帮一些企业投他们，你本身是有税收优惠的。嗯，就是他们其实那个亏损很高的，就是换句话说啊，嗯，我不懂2020会不会改变，嗯，我现在讲说是因为还没有出来，我知道是有这个税收这个优惠，嗯，但是我是以之前的呢，我担心2020出来的时候有些改变，那现在我还不讲2020先，嗯，我讲你目前拥有的就是2020会延续的，嗯，是怎么说，就比如说那 Any 你有200000，比如说你去投一个公司，嗯嗯，你的身份是天使投资者，嗯，那么你这200000呢投进去的时候呢，你这200000就不用给税，就换句话说，比如说你总共赚了200000，你本来是要给，比如说200000你要给income tax， 你就直接扣这200000出来，你就完全不用给税了，就是200000本来你要给，比如说你乘17%，嗯，是吧，嗯，你要给这笔钱呢，嗯，那么你投资了200000就去因为办这个清创企业，你直接减200000你就变成零，嗯，这个很好的东西，嗯，就你是省到很多税，省很多税，而且是在公司的账目来看还是 profit、啊，而且是 invest on others business，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两边都好的东西，对对对，哦，所以马来西亚就是鼓励更多的一个融资平台，嗯，因为他看到中小型企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群呢，嗯，因为中小型企业它是制造了整个就业的，就业这个population 呢，就是就业的单位就业机会啊，嗯，超过55%到60%。中小型企业制造这种就业机会，嗯，所以马来西亚政府是帮很多中小型企业，那么中小型企业呢融资一直都面对问题了，嗯，所以他很出很多这种配套，嗯，银行一直都是还是主流了，银行是主流了，那么有众筹了，嗯，好像有我这种合法借贷了，嗯，有 P2P 了，有 Leap 了，这样，嗯，就有直在推出来了，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平台给去融资，嗯，明年也是有很多了，明年2020大家留意2020的 budget 已经 announced 了，2020年的 budget 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关于，2020有很多讲业咯，讲业咯，但是仔细的还没出来，2020现在我们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做生意要有这个想法了，就是迈向这个叫做 industry 4.0，就是工业4.0，嗯，这个就是
往一个叫做自动化的一个就是那个企业去了，所以一切就尽量去做这个自动化了，无论就是在智能啊 AI 也好啊，总之都走向这种科技的这个以后或者趋势了，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 incentive 啊，有 grant 啊这样子的东西了，就往这方面去了。那么明年呢，又有一些低息贷款呢，又有一些担保的，就是你借这笔钱，政府担保你，银行就很容易很愿意借你了，因为政府担保了你。接下来有这样子的，而且是80%担保，就换句话说，你借100,000，政府担保你80%，银行的利率才是20%而已。就是如果我借了100,000，有什么事情你不还，假设有什么事情，80%是银行而不是政府单位会赔给这个银行。银行只是亏了20%，比如说我借你100,000，借100,000，政府的 HIPP 担保了80%，我银行我借给你，比如说我借给你不用放抵押，我就借你100,000，如果你不还我100,000，HIPP 赔我80,000，我亏了20,000，因为我的风险才20,000，不是100,000，如果是银行的话，这样子，哦，明年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不过他把那幅度加大，变了80，以前他70而已，60-70，现在80。那现在这个扩大我们华人申请得到的吗？哦，其实华人一直都可以拿到的，只是还是话说回来，就是很多华商呢是自己本身呢那个资料啊或者是准备功夫不足，所以有时候要去申请的时候账目处理不好啦，有时候你要政府要你做一个 business plan， 你又做不到出来了，又写不出来了，这样，所以有时候中小型企业一直都面对上一些 documentation 啊，documentation 这个问题的哈，又账又做得不好，因为中小型企业我觉得很会做生意，但是在这种文件处理啊，很弱，所以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了，有时候要借力的，就可能找一些就是单位啊、顾问啊，或者 accountant 能够帮你处理这种文件，因为这种太重要了，这种就是可以呈现你的一个，你能够把你的做的东西变成文字，然后这个文字其实是赚钱的，好像政府要给你这种 grant 啊、不还的钱啊，这种就像这种 loan 啊，都是要看你的资料文件的。对，所以啊，你看啊，我怎么样想啊？你看我做这个行做了这么，我做了十多年中小企业还面对这种问题，有些我的客户他没有编的，就是他一直在做都是这样的，年年都是面对这种问题，就是我在想，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动力让他去改变，那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每年都犯错。每年都没有那个决心去改，因为我的动力不强，我动力不强，我就没有兴趣改啊，算了，明年就来，就得过且过。很多我觉得很多企业或者有些做人的那个朋友也是得过且过一天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推动力不在，那么为什么得算我把东西全部串起来？你要有什么能够才使你有推动力呢？我就把这个丧失的东西放在你这个推动力，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要丧失，丧失可以帮到你什么。如果你其中一个丧失里面你觉得我要，比如说丧失可以解决传承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公司做，他觉得做下去没有意思，小孩又不要接手，又没有人让我的公司一年做一年赚到钱，但是在公司做下去，我问他老板，小孩不要，十年后的公司怎么办？可能有说要就 close down 下来，还是怎么样的？就他就觉得哎呀，但是如果说哎，不如这样，如果你现在我们把你直接做得更好，上老师你就可以传给小孩了，他就拿着你学，他说哦，这个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他有这个的一个推动力，他就自然而然把东西做好了，好像刚才讲了，他就没有那种推动去做好的文件，因为他觉得。没所谓，但是当你他知道他有一个目的，他可能说上老师过后我可以很多钱在我手口袋里面，可能有个 checkbox， 他就觉得哎，上次有什么好处在这里，
用那个上市推动它。嗯，当你把东西做好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种所有的什么政府贷款、地区贷款，你就有 ready 了啦。那个自动会来，自动会来就 ready 了啦。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的问题。嗯嗯，这样子哦。嗯、Hello, Aaron. Tim Low, Hello, Tim Low. 嗯 ，OK， 很多人在看啊。OK，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陈大哥他是如何开始创业，在创业之前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领域、哦、这个、哦、这个也是很好，这个我是、很少讲、我曾经应该记得在如果说在这个Facebook 或者是这种大怎么讲就是这个光鲜亮丽背后的陈大哥的故事、就是这个真的没有在什么大没有什么分享过，尤其是在这种跟大众面前讲。那、其实呢老实说啊我创业的路途是很迟的。我30多岁才出来创业。不迟啊。我35岁。哎跟我现在一样。我35岁出来创业。其实之前呢我没有想过创业的。嗯。那我这条路走出来呢是一个五星插柳的一个情况出来了。嗯啊，这个是本来是做什么的？我本来是做 accountant。那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可能如果大家不觉得沉闷的话，就听听我的故事吧。那我以前想听的话，放一朵花，放花，快点，送花。送花啊、哦！这种是做 life 就这样子，放花，快点送花。了解的放五。So OK， 看看有没有放花先？还没有哦。十秒。哦，十秒过后才能放花。OK， 所以我就卖卖关子，看你们这边再看放花有没有花先？是不是真的有人放花的嘞？会有的。哎、哦，陈志斌大哥没有花，很多花，有花，再来，OK， 哦，真的是有了哦，可以啊，可以，他们可以跟我们聊天了。OK， 太好了。哇，真的很多话了、啊、多哇，很多话哦。OK， 好了，这么多话可以分享了。Okay, 那其实是这样的，那开始呢，我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accountant 出身，一般上如果读会计的朋友呢，都知道了。那时候我拿了 ACCA 是很难考的一个，那时候我考了就非常开心。然后进来过后就进去叫做一个 Big Four 就是四大 accounting firm 全世界的 Big Four， 那个公司叫 Deloitte。就在 accounting firm， 如果是在 accounting 上都认识的，就是 Pricewaterhouse、Deloitte、KPMG、恩成耀，这些是全世界都有的一个 accounting firm， 全世界，马来西亚也是有的、所以做会计的朋友呢，如果说是做 auditor 啦，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有机会都很想进去 Big Four 了，因为 Big Four 是最大全世界，进到去就是也是不这么容易进的。那当年我是进了 Deloitte 其中一间。那么在定有 Deloitte 里面做了5年，三年做 audit， 2年做 tax 的，那时候我去做了 tax。那么做 tax 过后呢，就拿到这个所谓的 accountant 的这个执照，就是 accountant 考到过后，你还要去做 practice， 就是去做见习，就学习先的，就去了这种 big four 去学习。学习过后呢，然后我就进入这个在靶算里面去打工去了，就是做 accountant。在靶算里面常做 accountant。在靶算里面呢，然后我就这里面做了多少年了？5年和7年，很久了。就是那间公司就是搞上市，我在上市在那边学，那公司搞上市就帮他做上市，结果是其实是讲多一点点，就是我当年是我卖这个梦想给我这个老板的，我老板说，哎，老板你这可以搞上市，我说你这个公司太赚钱了，他是做那种电器行业的，电器行业很赚钱。那时候呢，我就跟老板讲，老板那时候我记得我找了，那时候现在我们做的公司，就是我现在 FinSource 是做 Pre IPO Advisor， Pre IPO 就是我们是帮公司还没有上市之前规划上市。那时候我还没有，当然还没有 FinSource， 我就找了当时的 Pre IPO Advisor。IPO advisor 就是来 consult 我这个老板为什么可以上市这样。结果我这个老板是 buy 我这个 idea， buy 的 idea 就是
安排搞丧事。那么时候我记得要安排搞丧事的时候，很多东西要整理了。包括整顿 accounting， 整顿内部的那个 internal control， 叫 internal control。整顿那个 factory line， 整顿 branding， 一直在做。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好这个东西？那时候也是那个 advisor IP advisor 来改我们的。那么做这东西是为了达到上市的那个目的的。这样子，然后去改做东西。那么最后是公司是 fail 了。公司是做 fail 了哈。当然，这是故事很多了哈。那么到最后，fail 了过后，最后是就是开始飞，当然是不开心啊，大家搞不成了哈，搞不成上市，那么就我就离开这个公司。那么过后我得知那时候我就当我见回去以前的老板，那么在一些谈话当中呢，就是当然他没有直接跟我这样讲，那时候过后给我感受到就是他也是感谢当年有做这个 IPO 这个动作了，就是我感谢我当年就带出去这个 IPO 的，因为他一切东西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你一样在讲的那道理，你到你冲的时候你就做得很好，这个正是个案来的。那么过后我是其实那时候呢是被逼离开了，因为那时候在人事上的问题，那时候我做到 GM， 那时候有里面有点人事问题，就是搞上市还搞不到，当中的时候又有飞的时候，然后就我就是应该是讲我自己自动辞职，但是真实来讲在我入职当中我也待不下去了，因为在那个公司里面有很多 politics， 那时候是离开，那我离开的时候才出来创业，那时候才35岁才创业，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时候join 了一个 accounting firm， 我很感谢那个 accounting firm 信赖我，那时候 accounting firm 呢是我记得他就信赖我成为他们的一个小股东，那么给我有一个基本的薪金，那时候我在打工的时候薪金很高，那么就那时候是面对一个低薪金，但是已经很好了，有一个基本盘的薪金，所以在那时候是我蛮感激这帮人的，现在我还有跟他们就是还在一起就是大家认识，那时候还好，就是那时候就出来创业的时候了，出来创业的时候在 accounting firm 那时候我就做这个那时候我记得就两个公司都在做了，第一个是做卖 accounting software， 卖 accounting software， 那时候我是 accountant， 我是卖 accounting， 我以为我可以卖到很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那时候就做这个 loan 了，就是帮人家申请 loan， accountant， 那时候我没有做 account， 我说不要做 account， 做新的东西，那时候我两条线一起跑，你看有时候世上真的是很奇怪，你以为会很好的东西出来结果不是这样子，我开始以为 accounting 会做得很好，因为我是 accountant， 我们做这个 accounting software 好，我应该卖得很好，就好像说一个 pharmacy 一个医生去卖药总比一个 salesman 卖药厉害嘛，应该我 doctor 啊，认为我医生，我讲这个药好，应该很容易卖才对嘛，我是 accountant， 我就说这个 accounting software 好，应该很好，很容易卖，比起一些 salesman 我比较说服力比较强啊，结果偏偏呢做得不好，就医生卖不到药，正常的做得不好，因为药都是 salesman 在卖的，做得不好，反而 banker 你应该做得很好，反正我不是 banker， 我 accounting 我就进入这个loan 的世界，反正我做好，就是一做就做十多年了，就做到我有做到拿 license 为止，就出了本书解决借贷的问题，一做就做了十多年又没有停了，所以这么多年有时候我还是有时候动就是盯住一些朋友，有时候我一些朋友就是一直在编他的事业啊，今年做这个，明年做这个，后年做这个，这没有定位其实不行的，所以我看回头我是很感谢当年就是机缘巧合之下令我踏出第一步出来创业，那时候实在是艰苦的，因为你在一个舒适圈里面跳出来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创业这样子咯，是艰苦的当你踏出这一步过后，然后挨过然后就到今天了这样子了，所以我应该讲五经插柳之下过后现在走到这里，当然当中很有些辛苦的东西也是有高高低低这样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所以给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些挫折没有什么再来，我是希望我也警惕我自己，因为我还是要走下去
啊，所以我希望我以后如果前面遇到什么挫折，我是希望我是帮兄弟，啊，现在我有六个能够一起啊撑着大家一起啊走得更远这条路，嗯，我希望是这样。你有什么话是想对那六位兄弟说的吗？那我这六位兄弟呢，其实呢，大家有看过 Avengers 啊，是吧？Avengers 复仇者联盟、啊、我们这六个呢、嗯、我是这样子想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一个本领，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们自己出来创业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一片天，嗯，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专长都有存在，嗯，但是我反而这样看，我们六个加起来一个 Avengers 的力量更大，因为现在我们 遇到外面的那些竞争太大了，嗯，所以你一个人是你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你独当一面，我觉得你可能 capture the market 可能不比我六个人那个势力更大，比较容易 penetrate 整个 market。 对，嗯，所以现在是一个合作时代的时候，其实当然六个superhero 在一起，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理念的时候，嗯，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要做一些 balancing 工作，嗯，我很感恩，五个人现在都听我的，这个是我很感恩，他们、嗯、我感受到他们有尊敬我，可能我老一点吧，哈哈哈哈哈，他们都尊敬我了，其实我非常感恩，那么，我也希望我们这六个人我们这几年都很好，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走下去还是能够有那个就是 give and take、嗯啊、这个东西我想我讲这个例子，如果我这五个兄弟的六个人，他们肯定会听到，我很希望我们 这六个人的一个 partnership 呢，很像我爸爸，现在我爸爸其实现在他七十多岁，他还是在怡保有开 accounting firm、嗯啊、其实这个 accounting firm 是一个给他过活的一个日子、啊嗯、他不是说太过操劳，但是我想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他的 partner、嗯、他有一个 partner， 他 partner 是二十多岁跟他 partner 到七十多岁五十多年，这样的 partnership 不简单、哦、能够一起合作五十多年呢、嗯嗯嗯、所以由小到大都当然partner 我觉得会有argument 一定会有、嗯嗯、但是如果说为了公司的目标去 argue 绝对 不进入这个个人的那个就是广东话讲就是就是讲就是我们是讲道理、嗯、我们不是没有人身攻击、嗯、就是纯粹是对事不对人、嗯只要有秉持着这个观念呢而且有一些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语言冲突都有，现在我们都有的、嗯、有时候会一些不同意见、当然就是看我们那个目的然后怎么样去化解嘛、嗯其实要凭着一个性，现在我们目前大家都有这种 give and take 的那个、嗯、那个心态、嗯、这样才能够长远走下去，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因为是非常感恩有机会就是跟这几个兄弟在一起这样，嗯嗯，那你就是他们当中的领导，是我 form 他们起来，嗯，所以自然而然一定是我拉他们起来、嗯、当然当中我觉得大家都有大家的那个心的存在，大家都珍惜、嗯、大家这几年来我们公司叫 FinSource， 嗯FinSource 由零开始走到现在，有些朋友认识了我们了，大家在市场上大家都有点就是大家认识，有点认识、嗯、所以大家都珍惜、嗯、大家付出过 的那个当然我现在讲我不是公司还有很大就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有待进步，但是 as per now 我觉得是比起两年前一定有进步，大家都珍惜我们有进步了的那个成果，嗯，而且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五个叫我这六个就是还会 looking forward 再把公司做得更好、嗯、明年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再做下去这样子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的情况，这样子。我希望 FinSource 可以越做越好啦，当然就是在这个融资方面啊，或者是在企业上市规划方面都可以协助到多一点，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肯定可以发展为马来西亚就是引进多一点的外资啊，搞好马来西亚的经济啊，这样子。是肯定是这样子哈、这个是也是我们希望为这个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华商出一点力，这样子。对对。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那么期待的，我最期待的就是，万一在政府方面有什么好的消息呀、比如财政预算案有什么糖果派啊，还或者是有什么鲁邦啊，就要让我们的观众多多知道。其实是有了，真的是那有啊。我是做这个TV2 我。Budget 那时候我在电视台有做这个、我是第一手消息，大家也是同时都收到了、的确是有，的确是有啊、还是那一句了，我们先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真的，机会是留给有做准备的人，还是那句话，即使有很多奖业，有很多低息贷款给中小型企业，他一定是给一些有准备。有资格申请的人，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账目都没有处理好，什么都没有，你是开个口跟他要钱，你觉得还给你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你还是要准备。所以跑回头还是那一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 IPO 的 mindset， 你有这个 mindset， 你就会自然准备。就这么简单。对。好。Hello，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聊天也大概到这样子。陈世斌大哥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观众们说的吗？尤其是现在正在创业的女性。女性啊、OK， 其实如果讲到女性啊，立刻我联想到啊，2020年的 budget 啊，太多太多好的东西给女性。哇哦，你们要记录下来。真的。我每年我都做财政预算点评，每年2020年是我有史以来看到最多的一次给女性的一个优惠，他有给一个 loan 给专门给女性 SME bank， OK， 他有一个一个是女性创业基金，一个是什么了，两个的，一个是一个女性创业基金 SME bank，一个是 loan，一个是创业基金，两个 SME bank， 一个是 HIPP， 不一样啊，两个都有给专门给女性，然后女性又有这个，当然有这个90天啊，那是那个产假，然后又有这个就是不育的那些女性又有很多一些奖业啊，很多，所以看回来。女性是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怎么讲做得更好，上市要指定上市的 board 里面要有女性，现在有这样的规定吗？有这样的规定，上市里面要有女性，在 board 里面要有女性，所以现在呢都我觉得女性会会好了，会有更多机会。那你就去问谁要上市，然后谁的 board 里面少女性呢？是在有女性，他其实在 criteria 还没有正式 set 下去了，但是现在全部 encourage， 就是你上市有没有一个女性在里面，这样子。我觉得迟早一天还没给 compulsory， 现在还没，但是都鼓励了所有的。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在这行我们懂，全部都鼓励要有女性在里面，在 board。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好玩啊，真的。我对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越惊喜的期待。是肯定会好了哈。所以2020年，然后大家留意一下啊，把就出来了。接下来那个。他的那个详细详情肯定会再出来。那如果有详细的一些资料啊，我们就可以发在 Women TV 这里，就给大家知道一下。可以啊，这样子。好。好的，感谢陈大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邀请。感谢我们陈志斌大哥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非常多的这一些课题。好。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问想要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是 PM 我们，或者你们可以到
陈大哥的这一个 Facebook 去看他以前 post 过的这些资讯，对对对，你可以 add 我，那你可以学到更加多的东西。嗯，可以 add 我，好。好，那么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呢，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就是特别感谢陈大哥今天大驾光临，谢谢让我们的这个 Women TV 声色不少，上我们的这一个Live Show with Annie 的这个节目。好，Thank you， 谢谢，记得收看 Women TV。好，记得收看哦。Okay. 好，那么。还不要关掉哦，因为我们有下一期的预告哦。OK， 你们看完预告再走吧，拜拜。拜拜。